外面的人。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特殊的气质，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。其实从他一出场能看出来，他整个身板很直很挺，气场很强大，也很自信。虽然是单眼皮吧，但很有魅力。你这样夸一位男生，你老公不吃醋吗？老公别吃醋啊。他身上有一种朴素的气质，没有那种很轻佻很轻浮的气质，这跟我们所想不一样。夸你不谢谢我，谢谢。你们家和他们家是世交是吧？因为我父亲跟叔的关系非常不错啊，于是就安排我们见面。我父亲的话也是经常跟我说，多和两个姐妹了解一下，说感觉他们都挺不错的。那你了解了之后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？真实的感受就是都挺好的。你站前面，站这儿，站别动。好，你们站过来。你们俩呢？待会儿在我允许了之后，一个人拍他的左边肩膀说一句话，你好帅；一个拍右边肩膀说一句话，你好帅。然后再回到原地，我让他来分辨一下。你闭上眼睛，来，你们俩换个位置。OK， 左边的那位可以上去。按我所说的做，去吧。可以拍拍他的肩。新年快乐。好。知道谁吗？肯定知道。现在我来问你啊，我现在来问你啊，你左边的那个是谁？左边的是姐姐，右边的是妹妹。你怎么分辨出来的呢？声音吧，声音或许有一点点区别。真有一点点区别？有的。你们听出来了吗？我还真没听出来。他们回答的是正确的啊，他回答的是正确的。对啊，来，回到原位。好，选择的资格你已经拥有了，但是接下来的过程会非常的惨烈。他们说要公平竞争，怎么办？就选一个吧。硬选一个是吧？行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这姐妹俩。好，接下来是天宇天琪两姐妹的告白时间。其实我感觉我们还挺合适的，因为妹妹的话我是经常会照顾她，他是比较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我感觉可能会大他三四岁的人可能会更适合他，更会照顾他，包容他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认真的想一下你自己心里面到底喜欢谁，然后用心告诉我好吗？现场跳一段舞给你，然后希望你喜欢，好吗？可以。要不然我们一起来吧，我没想邀请你一起。
我想启明应该会喜欢我们一起吧。算，那你们就两个一起跳吧。好吧，麻烦一贤老师。请你让一下可以吗？好。你刚刚有认真听看我跳舞吗？对。你还记得你今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跟我讲说，女生呢一定要对自己的家人好，对自己好。其实我想说我也会对你好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之前看你发信息说你累了想有个家，我很希望那个女主人就是我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会。我可能没有姐姐那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，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，因为跟你在一起看着你的眼睛就会让我觉得很真实很亲切，我喜欢这种被保护的感觉，所以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可能是最后一次为爱的坚持和勇敢吧。我知道姐姐喜欢你，虽然不是第一次我们两个同时喜欢上同一个男生，只是第一次为了一个人站在这里。我希望亲人听到你告诉我说你喜欢的人是谁。其实怎么说，我个人的话觉得也是比较纠结的，因为之前的话不管我们是一起出去吃饭还是一起出去喝茶喝咖啡，都是咱们三个在一起，对你们的感情上的话之前我一直是没有认真考虑过，对你们或许有一些混淆，因为姐姐的话稍微我觉得就是成熟一点稳重一点，比较善解人意，做事的话比较细心。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外地的时候，姐姐会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或者说给我发一条短信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让我感动，所以我一直以来是非常喜欢姐姐的。直到后来的话就是跟妹妹接触之后，其实发现妹妹有时候也是非常可爱，有时候文静，有时候调皮一点，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想要保护你的冲动。但是今天直到站在这里非要做一个决定的话，我要对姐姐说，或许我更喜欢妹妹多一点，我要对妹妹告白。希望你能够接受我。
来这次我和姐姐一起过来这里告白，就是想去听到你告诉我们两个，你到底喜欢的人是谁。但是刚刚我听你讲的那些，一会儿喜欢姐姐，一会儿又喜欢我，我不知道你真正的。